从没这么伤感过。 MC 里是可以养狗的，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，你2016年养的狗还在等你重新上线，然后房子变得越来越破败，小狗也越来越难过，给我看的都 emo 了。于是我决定跟我6年前养的狗见一面。我让老爸寄来了我高中的电脑主机，然后找到了一个2017年 1.12 版本的 MC 存档。我的世界启动，这就是我当年养的小狗，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曼曼，让你等了6年，我终于又上线了。今天，请你再陪老夫征战一次吧。完了。